这就好看了。看。Hello. Hello. 是不是很 surprise？ 今天有什么安排吗？没有。要不要就是去看看风景？去看看风景。What？ 哥。因为我不想那个好风景自己一个人去，觉得有点可惜，好不容易可以出去玩一下这样子。 OK OK， 小雏菊，这是小雏菊吗？应该是吧。那我采一朵好看的。我昨天也说我觉得我挺喜欢小雏菊的，因为它就是很明快的颜色，但同时它又很野，就是随便在路边的草地上都能生长。对，听一下。挺好，挺好看的。好幼稚啊。这不挺好的吗？哎，这有个桥，你敢走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先走啊。快乐。对不起。啊，你小心点啊、哦。我觉得我快乐了，我觉得在玩蹦床。好快乐。来啊，三二一。其实这种不抱负担的出来玩，还挺舒服的。对，就是跟朋友那种。你可以把你不开心的对这里说。天天开心，没有烦恼。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啊，我想说，祝福你们。祝福你们。开心啊！你们，你走慢点，你走慢点，你走慢点。我可以到桥上去接你过来，要吗？我自己回去吧。我等怕了。要我牵你一下吗？要我牵你一下吗？不用不用。什么傻子呀，人家说牵他一下他还不用。我觉得我们就是恨铁不成钢。你可以牵着我的袖子。怎么好像感觉我们的角色互换了。现在我们现在反串了。不要怕。不会。我稍微扶一下你吧。那我就不穿鞋了。那也行。我扶一下你。也行。我自己可以走啊，这还有点危险哎。对啊。我给你拍张照。3, 2, 1。很好看，你可以再站起来拍一张。好。哇，拍的不错耶。对啊。就这样。谢谢。洋洋，哎，我写对了。你是金子，总会发光。这句话不如说你就是金子。你不觉得这话也是写给他自己吗？就是，但是很真诚的希望他好吧。要我牵你一下吗？我觉得现在就挺开心快乐啊。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时间会给出答案。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。和所有的快乐 say hi hi。 Yeah。拿着。拿着，别不开心了。怎么更辛苦？哪里来的？哎呀！
天啊！哇，这么大的棒棒糖。Surprise！ 哎呀，啊，亲亲。别哭了，别哭了。谢谢你，啊，谢谢你，啊。别哭了。他太开心了，喜极而泣，喜极而泣。谢谢你，啊，别哭了。开心点，谢谢你们。我要不先回去吧，我不想在这边就是扫兴。没有，不扫兴，没事。哭完就长大了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长大。哭完就长大了，宝贝，真的。怎么了？就他见到那些美景，然后很开心的时候，对对对，他就会喜极而泣。然后呢，又拿到一个这么大的棒棒糖，像中奖了一样。阿星懂，文君也懂，他只有是他们两个来安慰他。哎，好心疼，我好心疼小杨，真的好心疼。我坐过了，你说，从我的视角看他，他有点像坐过山车。对，I see。对，他会在开心的时候很开心，但是他难过的时候也会难过。我觉得他是个挺真性情的人。对，说实话，他挺真性，就举例嘛，就昨天我们在山顶上就是在看风景的时候，就那个乌云本来是盖满的，就那种阴天，突然之间在一个那个 V 型的那个峡谷口那个地方，突然就一束，就那个云层拨开，然后一束阳光刚好照进来，那个画面他就流泪了，幸福的眼泪，他觉得他在那此时此刻他觉得他很幸福，被上天眷顾了，这个人真的是个很好的人。他是很好，我知道他真的是个很好人，就我明明感受到他非常的不开心，但是他反过头来他安慰你，就安慰了我很多，在那一刻我觉得他真的喜欢上啊，很好，就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，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很好的朋友，人家说了，我觉得他是很单纯的被友，就是被他打动了吧。我觉得他有，阿星这个表现是，今晚要继续给他写吗？我想就是回给他嘛，就加个油，打个气这样子。对他难道没有好感吗？看到没有？没有没有。有，这表情一看就有。对，他沉默了，因为他那种形容方式就是男生喜欢一个女孩的那种形容方式。对。两只海底探照鱼。他说不能浮上面。你抱着我就好，抱着我就好。哦，可以的，大方的。打火。三车打火，对。哦。怎么有点莫名的开心？阿星爱上洋洋了，我跟你们说。对。我突然有点紧张了，怎么办？那当然了。不要紧张，大不了就翻车嘛。大家好像有点配。你要是怕我，你报警我没关系。没有，不会，我不怕。报警。报警。报警。旁边的谁啊？教练。太好笑了。报警。小心！这教练对着我们在笑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像我们两个现在这样接触，到时候肯定也有人说要磕我们两个。我信！这想的还挺多啊。你自己心里有这个想法，才会有这种说法。借开玩笑的嘴说真话哈。看前面，前面多好磕，我在后面默默磕糖。
我看啊，小心。我觉得阿龙他们看了这个一定很羡慕。对，哦，不是，你们自己玩自己的，你们可以互换开一下。哇！哎呦！哇，你好瘦呀！我天！真的假的？那请就抱紧点，那请就抱紧点。哦！哎呦，再紧一点。杨洋，没有，我觉得杨洋他是，因为他就是很，他绝对没有什么。对，我不管杨洋怎么想，反正阿星心里肯定就爽爆了。哎，你们记得吗？阿星说我有狂野的一面。嗯，就是刚才那几组镜头不狂野。来，换你骑一下。OK。狂野女车手，真好玩！我想躺水，我玩厌了。但他不能躺，哎、我玩厌了。上车，上车！我帮你，我跟他在后面玩一下好了。哇！我在想写给自己还是写给小杨？哎呀，不能写给自己！我求求了，他别写给自己了。写给自己？为什么写给自己？给自己打打气，鼓鼓劲。我要是你，写给小杨。我觉得我跟他就是一起出去玩就很开心啊。啊，可是我不知道今天咋写怎么办？我咋写？你们俩？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事？你抱着我就好，抱着我就好。哎，这样多帅啊！那请就抱紧点。你让他抱紧点，他就很正常。主要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，往那方面想，但是我反正就不知道。你别管他有没有，你先来。鞋。给我上花纸，开始。很开心的四人之旅，迅疾如飞。Happy 吗？我希望你快乐。但他还是开心的。打开有信的感觉还是开心。世界有何不可？今天算是见识到了你对刺激事物的热爱，所以我不开心就要像这样发泄出来，可不能再躲一旁默默流泪了，那可太压抑了。那请就抱紧点。你瞧，人生从来不像意料中那么好，也不像意料中那么坏。莫泊桑还换诗了，不给听歌了。他在默念最后一句话。最后一句。